王力宏与爱妻大玩巨星走红毯游戏。今天啊，我访问到这个是国际巨星。哎哎，妈妈看这边，看这边。看这边喂，不就是路灯坏了吗？装什么巨星啊？哦，又来一对装巨星挥手的，这年头怎么这么多人自以为是大明星啊？哎，不对哦，这个不是假艺人，是真明星哎，是王力宏哎，他带着老婆散步还猛挥手，是在走星光大道红毯吗？玩完了巨星挥手游戏，又上演爱的搂搂抱抱。王力宏跟爱妻李静蕾虽然没有像周董跟昆凌搞个世纪婚礼，但是小夫妻的感情看来还真不错呢。好了好了，外面很冷，赶快回去抱抱生第二胎啦。